Hello，大家好呀，我是小佳，今天出来跑单了。今天是沙尘暴天气，外面灰特别大，上面好多沙子，打扫一下。打扫完了，继续出发。刚送客到了高陵这边，现在好多工厂都移过来了。我看离这个泾渭交汇点不太远，然后开车过来拍一拍。这就是传说中的泾渭分明。从这儿流过去就是渭河，然后顺着这儿流下去就是泾河，这个刚好是交汇点。这个就是泾渭分明的观景台，但是我发现这个水也不是分得特别清晰，两边水都挺浑浊的。今天是沙尘暴天气，满天的灰尘。今天是5月7号，又开始了全员核酸检测，正好是快11点了，没什么人了。这是5月份以来第二次全员核酸检测，3号测过一次。今天做个搅团吃。搅团是拿小麦面粉和玉米面粉一起做的，里边还放点碱呢。先把这个锅干锅烧热。烧热，倒点油。为啥要这样子？这样子不敲锅筋。不粘锅了。不粘锅。然后倒点水进去，先把小麦面粉倒进去。现在是面筋，这就是拿着。一边倒一边使劲的搅的，搅一会儿，等那个开了，锅开了，然后再撒点玉米面粉进去。玉米面。这个是要以这个来搅了吗？这怎么搅太快了，快点给搅清了，搅不动。这还有几个人轮流搅。我搅了一会儿，实在搅不动了，太费劲了。应该拿这个正规的啊，应该拿这个长的擀面杖搅起来比较省劲一点。但是这个放不进去。这里放，再爸来搅。现在就换我爸过来搅了，一个人感觉搅个2分钟，就胳膊很疼，搅不动了。搁那江湖呢？在打。铁地来人的江湖。叫他，都靠叫。对了呀，过个10来分钟就到了。好了。弄个胡麻糊倒去，也叫鱼鱼。鱼。剩下的这个就是搅团，
回来吃饭了。今天丈母娘在家做的是饺团，陕西特色。可以看到今天灰尘特别大。这啥？果粒吗？跟锅巴一样脆脆的，像锅巴一样，特别脆啊。尝一口。还没好，还没蒸烤。啊，拿小火烤那锅巴。嗯，锅巴，看锅底。这个就是刚才做饺团剩下的，再拿火烤一下。这个都是红麻骨头。鱼儿。嗯，我先控一点，这样控一下，把水控干净。这个是饺团，酸菜是吧？哎，是，这是那个西红柿，西红柿糖丝，够了吧，汤？够了。要不给你倒完？这个是菠菜，这菠菜炒的莲花白和西红柿韭菜。你现在看，咋样？你原家村里还挺像的。开吃。嗯，没有醋，没有盐。你自己调，忘了。我是必须来多来点醋。有西红柿糖呢，放醋。忘了。好吃吗？你赶到几点吃核酸？饿的，俺奶，饿的。你都还行，我照片看。昨天在哪看的？念念。思源，思源。念念咋？要做手术，做个啥子？要做手术，要3天。那个锅巴跟一个，真跟一个锅一样。脆哼，又薄又脆，跟锅巴一样，又薄又脆。上车对，吃完早饭正该吃这个锅巴。嗯。俺们谁？谁？我妈进来。来，你给我打搅他，不是说啥子打搅？俺你吃嘛不得嘛，他吃女儿算了。啊，还有，俺给要掉。还有。有，村里面邻居也过来吃饺团了。农村就是这样子，蒸个凉皮呀，做个饺团呀，就给这个端一碗，给那个端一碗。你再吃吧，你也吃吧，我不吃，我再吃第二碗。你吃好吃，哎呦，我吃一个鱼儿，啥菠菜就行。也是要放点饺团。我不是高高跟我没，我家高高。咱俩吃过这饭，真美。嗯，鱼鱼滋滋。对啊。嗯。咱俩吃过这菜，这样哄个花花跟俺叫。我叫俺叫。俺奶叫的。我一样就叫。嗯，俺不会叫。这。七十二叫。哦，这叫团叫团的。叫团要弄怎么弄？咱俩都要吃点鱼儿。罗罗，你吃啥？你吃点香肠鱼儿。还得吃啥？你给买啥？快餐，你爸搞的，你吃。你爸那不爱吃鱼儿，俺都是这婆娘。俺以前一吃都胀。俺是这婆娘饭。俺有啥要吃？来，快去，赶紧歇会儿。